好，歡迎大家收睇《玩具日記》，我是 Casper 加士伯爺爺爺。咁啊，而家幾多點咧？而家個時間係凌晨5:41，即將咧就要出發去呢一個嘅日本東京 Tokyo。大家都見到未瞓醒啊，去一個日本嘅 SF75。咁我都係第一次去嘅啫，咁我就為大家報道，即將就要出門口啦。咁啊，今日就9:00機啦。咁啊，而家出門口搭的士去機場差唔多啦。好啦，再見。咁啊，俾大家睇下啦，而家出边天都未光，黑掹掹啊，仲有啲落雨添。对面有呢个海之轮啊，炸捻柒佢啊，真系想。大家见到天色非常之咁美丽，呢度开始拆棚。咦，呢度都拆咗好多咯，都唔靓啊，把捻啊，海之轮简直系把捻，冇捻用啊。Gasper on the mic， 听日暂时离开香港呢个繁忙地，准备执齐行李，烦恼暂时懒理。去到香港国际机场准备登机，时间9:40，准备起飞。生活喺香港地都冇乜知己。出发。Thank you。我哋梗系要坐头等。封咗啦，冇得入啦，头等都系坐翻经济客位。紫色咯，紫色啊，好靓嘅，大家睇。有时系放放 airline， 睇唔睇到啊？系边个坐喺边？坐喺边啊？有我最中意嘅紫色，非常之好。我个袋都系紫色。飞机球，准备3、2、1。我都要拍翻啲片剪翻嘅，大佬。他的眼光，他的眼光，好似好似星星发光，睇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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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慌慌。去緊呢個 SF75 啦，而家去咗呢個嘅乜鬼東京國立咩美術館，咁我哋一路前進。今次我都係第一次去啊，基本上係咯，咁都 OK 嘅。我由新宿過到嚟呢度，大概都係4字左右啦。咁其實我路程都 OK 嘅，沿途啲風景都唔錯啦，見到有啲人喺度跑下步啊咁樣樣。咁啊，日本嘅天氣都幾爽嘅，其實即係唔會話好似香港咁樣咁，即係有陣時好熱噶嘛。香港咁佢有少少涼涼地，其實真係好 kimojidis 呢，耶耶耶！陣間差唔多去到再影俾大家睇，拜拜。進入呢條大直路咧，應該就到啦。呢度真係條大直路，有啲人喺度跑步啦。前面見到有一大堆人在排緊隊啊！嗰堆人唔知是咪排 SF 嘅咧？咁我要問一問啊！如果係啊，真係大檸樂。時間9:48啦，咁佢就10:30到就會開始開噶啦。咁啊，去到4:00嘅啫。我諗都應該係排 SF 噶啦。咁我哋睇一睇嗰個人龍究竟係點樣樣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大家睇一睇，已經到咗呢個科學技術館。咁大家睇一睇嗰個人流方面啦。其實我諗佢呢度開始排隊，唔知入去定乜鬼嘅。基本上就咁啊，呢度有啲人龍啦。呢一度開波一路咁樣排入去啦，基本上就咁啊，一直睇一睇啲人流啦，唔知排到去邊度，基本上一路行啦，唔知嗰個隊尾去咗邊度。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嚟都唔係為買嘢，都係拍片啊，超下輕鬆下，基本上仲未見到呢個龍尾啊，基本上咁啊喺呢度排個靚隊先啦。まあ入到去再同大家講啦。前の方に続いてお勧めください。咁啊，我諗而家就應該開始買飛嘅，唔知係咪咧？咁我第一次嚟，乜鳩都唔撚識，體驗下啦。呢啲先係體驗人生啊嘛，係咪先？爺爺佢哋嘅安排都唔錯嘅，真。即係都幾有秩序嘅日本人，其實都我諗而家呢度買飛係咯，買飛嘅。大人就1500，學生咧就800。1000円お預かりです。1000円お預かりです。
先500円の返しと残り5,6,7,8,000の返しになります。なくされないよう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買咗，我唔知呢張係屬於飛定係乜鳩嘢嚟喎。我哋睇一睇啦，呢度都有啲唔同，有啲筋肉人嘅嘢咁 ，CMC 我都唔知咩嘅啫。咁啊，呢度有啲超人嘅一啲嘅都幾得意。咁我哋都順利咁睇一睇啦，都。咁啊，有啲 T 恤啦呢度。喂 ，Marco。好嘅，因為嚇。冇啊，我睇下啫嘛嚟。咁佢原來呢一張係一張大飛嚟嘅喎，原來。咁啊，頭先撞到老細 Marco 啦，嚟自於玩具街嘅啦。咁啊，其實我呢一張嘢就睇下373啊，373號。等而家10:30入場啦，咁啊，周圍行下咁啦。我諗都冇乜特別嘢。咁啊，佢又喺條公園入邊咁樣，都幾舒服嘅，係咯。排到300+啊，咁啊都我諗都買唔到啲乜嘅啦，其實。咁啊，應該呢度。對尾10:11，仲有3個啫嘛！我依啲玩家就玩到捱臉包嘅，基本上食翻個包先啦，買咗個咩腿蛋包，食翻個腿蛋包先。哇！咁紅嘅呢一個面，可能有啲熱啊天氣。食完包陣間就等提交啦，大家。大家見到氹氹圈。氹氹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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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到我自己上翻去，都真係都幾多人啊！其實見到呢、這個，咦，噴樽卡嘅主路都喺度，就喺呢度。噴樽卡主路都要排隊，大家諗下幾咁公平公正。不過佢冇擺攤啫，有擺攤佢就喺入邊，就唔使喺呢度排，係啦。噴樽卡主路，耶耶耶！好啦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就去咗呢個會場啦，咁啊入咗去噶啦，咁啊地方都睇下先，我都要行一下一轉先，睇下有啲咩睇，係啦，再影俾大家睇下先。这个繁忙城市有不同生活琐事，去找寻人生意义，去完成每个故事，想完成每个故事，首先要不断坚持，不断去坚持，从错误之中得到启示，一个新的启示代表新的开始，一直去尝试，一直去坚持，每一个阶段都要由零开始，留下美好历史，去到更高层次，时间不会停止，曾经留过文字，花更多心思在这个城市，将来的事根本无可预知，慢慢探索会发现有不同意思，遇到问题的时候不需要慌张，将目光放长，找到自己理想，城市太多假象，太多幻想，不如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每件事，轻松每件事，从简单开始，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每件事，藉着这首歌要你记住，记住，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每件事，轻松每件事，从简单开始，轻松面对每件事。磁石手嗰只，一磁石，哦，黐住嘅，磁石啊，磁石，几过瘾。日以继夜工作，每日都废寝忘餐，需要放松一下心情，唔需要高攀。我听唔惯，有啊？咦，仲有嚟到换工房，梗系要买只指头啊，系咪先？每日点点滴滴，留个历史痕迹。从繁忙街道会发现五光十色，从不同阶段会找到人生目的，生活在这个城市太多压迫，慢慢一步一步去达到目的，过去的事就当是一种警惕，做人太多压力，太多压迫，轻松每件事就可以做出成绩，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每件事，轻松每件事，从简单开始，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每件事，藉着这首歌要你记住，记住，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每件事，轻松每件事，从简单开始，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藉着这首歌要你记住，记住，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每件事，轻松每件事，从简单开始，轻松面对每件事，每件事，每件事。
上耳机和一块滑板，一朝早没嘢做就坐落去公园玩，可以远离烦恼，可以远离劳躁，我就是喜欢吃，我就是喜欢射，我讲紧是射三分波，没想错了，没想得太多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太过气，这些咁嘅歌词就好像唱紧波儿，唉，唱得又唔记得带锁匙，有冇地方俾我住一晚啊 ，Lady？ 睇我咁嘅款头够唔够诚意？够诚意，我带你去买翻个Gucci， 买完 Gucci 我哋走咗去食鱼翅，到咗呢一刻我开始有啲心思思，唔好意思啊 Lady， 原来我有带锁匙，我要赶住翻屋企睇无线，一打开电视见到日本有辐射，食完鱼翅之后我而家个肚有啲辐射，有啲辐射，真系有啲辐射，我就系中意 hea， 我就系中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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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，我就系中意射，吹咩 ？hea 一 hea hea 到夜一夜 ，yeah， 不嬲都系咁嘅，有咩咁啱啫？慢慢对住部电脑都系好费神，每朝我阿妈起身就叫我废人。冇嘢做就梗系揿下电脑，就算俾份工我做，我宁愿坐喺屋企做下电脑玩到老。你叫我落街吹水，我想问下有冇女师，有女先好同我见面啦、啊。依家咁冷命嘅天气，我理得你，梗系屋企开行个冷气，系咁懒你嘅工有咩好翻？翻学又唔好玩，系咁懒，永远都系咁难玩。行街边食埋几味，喂阿妈食得饭未啊？我就系中意 hea， 我就系中意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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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系中意射，射吹咩？呢个大雨沟。有条友仔揸住碌狗最耍家，搞到似水湾啲鬼妹要搬家，见到啲鱼偷衣箱系咁揸，啲鬼妹大嗌天妇罗虾，原来碌狗生晒野菜花，野菜花生晒野菜花，野菜花生晒野菜花，野菜花真系呱啦啦。